你看，你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熊。今天是我阳过的第五天，我已经完全好了。今天呢，就开始出发。原计划是从沈阳，然后到丹东，从丹东走331国道，然后走通化、长白山，直接到延吉。计划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身体不是很好。不是说好的防冻玻璃水吗？这玻璃水也不行啊。本来是想上高速走的，但是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看，它是好晃啊，这咋整啊？怎么固定呢？这个胶带太小了，不行，固定不住。已经到了吉林的四平服务区，哇，这个下完雪化了之后跑了高速，这个车太脏了。刚刚狼哥跟我打电话了，说他们还剩200多公里到吉林的那个舒兰，那个是燕姐的老家。然后完了之后我看了一下，我也有200公里，我们差不多的时间可以同时到燕姐老家。然后这会儿再准备打点热水把这个玻璃洗一洗。这雪地太挺牛的，真的不打滑。你看就进入的是这种地啊，坚冰的地它都不打滑。让狼哥先进，哇，又在飘雪耶。让狼哥先进。Hello， 狼哥又见面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狼哥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，又见面了是吧？狼哥先停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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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二三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！哎，给我绕晕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都不让我抱，不要说你，你看这个，这得多长时间没见了，必须得抱一下，是吧？快点，终于又见了！哎，抱一下！来看看这是谁？知道我要来干嘛了的吧？不知道。这是个小沸羊羊是吧？什么沸羊？我是懒羊羊，能吃能喝能睡，就是脑袋疼。抱，必须抱一下。见面必须得抱一下，是吧？快点，终于又见了！哎，抱一下！赶紧拿你车停上来。狼哥又变帅了，狼哥。狼哥一直很帅。他刚你是还是你？飞哥帅。都帅。肯定是我帅一点了。酸菜饺，小熊，随便吃点。好，小熊，明天再那个啊。生意很好了。摸着良心说，有没有小狼哥？没有。没摸良心。他摸的咋不开心啊？他都没良心，怎么不？没良心。我们良心比你大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良心好大呀，瞒不过我的良心。这良心属性有点大。我问问你大不大？有你这样的人吗？别把你踹出去。有你良心吗？要摸一次我摸呀。你